大点声，你跟他们说，小羊不要打架，你说。小羊不要打架了。不打架，我给你吃好吃的，你说。说吧。不要打架，我给你吃东西好吗？嗯，给他们吃什么？果皮。嗯。果葡萄他们不想吃。他们不想吃，只想吃果皮啦。想吃果皮。哎呀，你看这两只羊又打架了。还在过去了。嗯。又过去了。嗯。不要打架好吗？不要打架好吗？等等，你来喂他们吃吗？嗯。嗯。上去了。你看这只小羊。好棒啊，小羊啊。嗯，他想吃什么？他想吃什么呢？你看这只小羊特别凶。哼，好可爱吗？这小羊小白，这谁呢？这谁呢？这小白吗？不对的。小白，嗯。这小白。小白你好啊，嗯，有这个小白，嗯，大小白，这小小白，嗯，还有是会咬的，还喂他们吃吗，宝贝？嗯，喂不喂？我不会喂。你不喂了，那爸爸喂了。好啊，好吗？来看着，你看爸爸喂一个这个葡萄给他们吃。好啊。你说喂哪个？这个。喂这只羊吗？这只羊是吗？他不吃，给这只羊吃吧。你看，羊你看这个羊特别凶。啊，好吃吗？啊，丢了。嗯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给你吃了。不，你吃。最后一颗啊，来。哎，他吃了。吃的，他嚼嚼嚼。嗯。嚼吃嚼吃，啊呜。来，啊呜。咱们来给小白吃一颗。小白，因为小白怕了，就这样。小白不要害怕。嗯，等等，你说小白不要害怕。小白，你不要害怕哦。嗯，等等，你自己害怕吗？嗯，我不害怕。哦，小羊吃草了。嗯。还在吃草。你不害怕？你怎么不喂它呢？它还吃草呢。嗯。嗯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怎么不喂小白呢？小白。你喂小白好不好？小白，你吃什么呢？好。嗯。我好了。你要喂它吃吗？嗯。爸爸给你一颗葡萄，你喂它吃好不好？嗯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口嚼嚼嚼吃。嗯。一口一口吃。嗯。你怎么看不见葡萄啊？嗯哼。这葡萄怎么丢了？小羊。嗯，小宝贝，等等，等等，过来。小羊，这还有葡萄，你给它喂吗？啊，嘿，我不想喂。